你们好。这棵大树你们喜欢吗？看看多壮观呢！不知道我们国家有没有这种树？宝宝，宝宝，又下蒙蒙细雨了。Thank you. Oh, sorry. Honey, come back. It's raining. Come here. Baba, come here. It's raining. Come here. Baba, stay. 下雨了。气候就是这样，刚才的时候还艳阳高照，然后开始就阴了，然后哗就下起了小雨了，也许过一会儿又艳阳高照了。Come here, 哇！哇，这玫瑰园是那么一大片，那面一大片，这面还有一大片。下雨了，那我们去那儿吧，去那边吧。哎呦，其实，这就是这到处的水管是吧？直饮水，上边是人们可以喝水的，然后下边矮的可以给小狗狗的。宝宝 ，come here， 宝宝，宝宝 ，look，
他在人多的地方，他在马路上，哦，可能咱国家也有了吧，就弄一条这鼓起来的这个，为了减速的。Beautiful baby。宝宝 ，come here, no。宝宝 ，it's raining。哎，宝宝 ，come here。一年四季，这里就是春暖花开。一身衣服，一身衣服，一个人字拖就可以穿了全年了。好了，我们在这儿吧。对，咖啡厅。Baby, come here。嗯。看，就这种新式的，这种小的电动车，非常简易的。他们这儿好多人就都拿手机一刷，然后就可以骑着走了。其实我看还特别省劲儿，一站那上，呜就走了。好像它有个开关一摁，电动的嘛，自动就走了。然后其实是可以站一个人的，但是有时候他们淘气 naughty， 站两个人在这儿。这是孩子们的游乐园。停了吧，鸟儿的天堂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。这里它就是一年四季如春，春暖花开，面朝大海。加拿大也非常美，但是加拿大就冷一些，是吧？有的朋友住加拿大的就知道。宝宝。这里是孩子们的游乐园。平时人少一些。
到周末的时候，就是许多孩子家长都在这里玩。这里的树非常奇特，很奇特呀。你瞧它的树枝，然后垂到地下，再长起来，你看看。你喜欢这里的树。看这树枝长起来，延长延长，延长到这儿，里面都是孩子们的滑梯。就是美呀！谢谢你们观看。因为我喜欢看这些，所以我就想把它拍下来。然后留作纪念，以后老的时候哪也去不了了，坐在摇椅上就慢慢的听，慢慢的看吧。假如有朋友喜欢呢，那我们就非常好，一同享受这美好的大自然吧。哈尼，I'm gonna go to the people that are working.